迎回来，接下来看到就是台湾之光了。台北城市科大的师生代表台湾到法国参加了世界杯甜点大赛，还击败了10个国家，夺下了第8名啊。这一次这个甜点世界杯在法国举办，主题是气候变迁，台湾选手是以金鱼跟水母的形象呼应。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金鱼悠游在水中，底层呢还有好几只半透明的蓝色水母啊。而这个作品就是想要提醒大家海洋的重要性，获得评审的青睐。那么甜点包含了巧克力拉糖跟冰淇淋蛋糕，不仅外观相当精致，还真的都可以吃啊。而得奖之后，选手们也跟教练拿着国旗来拍照，纪念台湾在国际竞赛发光的时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